兄弟们，离大谱啊！我们踢足球竟然踢下了一颗核弹。事情这样的，好，兄弟们稳住，哎，稳住稳住，走你，笑笑，把球踢过来。哦啊，看我的，浪哥，你们可踢好了，嘿。我条笑儿，啊，你这踢哪去了？都看不到影了。浪哥，啊，下来啦，下来啦，嘿，来了，没有你，快走。哇，地铁，这是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谢柔一脚踢下了一颗核弹，啊，保安队听令，立刻疏散所有蛋仔，不得靠近这里，调查一下什么情况。收到。锄禾日当午，哪有实验苦？不用调查了，浪小子，今天我送的这个东风快递，你们满不满意啊？啊，好好好，又是你僵尸博士，真是既吃不记打啊。这八道蛋仔岛的一颗核弹只是开胃小菜，后面还有更大的更多的哦。可恶的僵尸博士，你肯定不敢告诉我们剩余的核弹藏在哪。对呀，还我不敢，我告诉你们，就没有我僵尸博士不敢的，其余的核弹就藏在了蛋仔乐园里。人才啊。行行行，我们都知道你僵尸博士啥也敢了，厉害厉害。秀儿，你来维护蛋仔岛秩序和安全，我去拆掉那核弹老巢去。浪哥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，自身安全为主啊。哦，小伙这么大，这怎么拆啊？来呀，来打我呀。呦喂，东风吹，战鼓擂，舍我其谁，来就来，炸我们就完了，去你。你哈还会反手还击是吧？看我不拆了你这个铁皮疙瘩！奥利给！干了，兄弟们 ！OK， 搞定一枚。来，继续继续。第二关，击败一颗小核弹。哟，这次终于是颗小不点啦！叮叮叮！哼哼，看狼狗如何拿捏。哎，敢不敢跟我比划比划？啊！那我们春花飘落，梅花开枝头。没有了。啊，不是，这是。还会变身变大啊！虽然它可以变大，但是你有武器啊。哎呀，你不早说！来，咱俩一v 一，一一。哎，那你怎么又蹦出来两颗啊？那我们花前只怕留下太多愁。还行，你们数量多我也不怕。浪爷爷，我手里有枪，我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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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剩你自己了，我也不欺负你，卸掉武器跟你一v 一。2000 years later， 这打了半天还居然干不掉你，我复位。哼哼，小核弹小核弹，弹心叵测，浪爷爷我不和你玩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最后一个核弹了，咱们解决完就可以回去。滚出去！我，你好，这该死的僵尸博士居然还设有机关，咱们绕过去，这不就可以拆？滚！好好好，这次我看还有啥机关？哎 ，nice， 拆完拆完，圆满完成任务。